咱真欢喜，得到上帝的保守，咱搁一届到伫个殿宇，咱要来敬拜，咱要阿乐，咱的天父上帝。诗篇有讲，咱得用新的歌，阿乐也有花，所以咱就要用每一工、每一届，咱要用新的体验、新的心情来阿乐咱的天父上帝。咱的天父上帝也为着咱世间人备办真好势、真舒适的一个环境给咱。啊，咱伫这个所在，通好来分享，甲上帝做伙来分享这个世界。啊，所以咱来看圣诗三十四首，天父上帝至大有真爱，伊为着咱人为所备办是这样的交臂、这样的好的一个环境。交臂这样的好，不过咱济济人唔捌伊，咱有时伫苦难的中间，咱袂记起上帝恩典，祈祷咱伫迄个所在背叛艰苦，但是咱的主会听，伊要带领咱脱离这一切，伊要带咱带领咱脱离一切死的山谷，所以咱来感受是迄、那个圣诗一百四十九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。咱要靠着咱主耶稣基督给咱的快乐，咱绝对会当脱离一切的苦难。消息败
苦境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你也是地界地也更变现，有主我来求你，来救患难。转掉我的心情，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把你记忆心间的甜蜜，主我来求你，主有求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，心就被他的眼更不停，有主我来求你，像他家呀咱的主，伊的确要带咱脱离一切的苦难、罪恶、黑暗的交界。啊，新的年，旧的年已经过去，新的年已经到。咱检查伫旧的一年内底，咱拄到济济艰苦心的事。咱检查伫迄个所在有拄到压力，但是啊，旧的年已经要过去，咱无搁伫迄个伤心的内面，因为咱的主。的确要引导咱来脱出这个苦难，脱出这黑暗的境界。咱要迎接新的一年，咱要用喜乐的心，咱要来迎接。因为咱伫主的内面，咱永远有盼望。虽然检测有时伫黑暗的中间，不过伫圣经内底甲因讲，哦，伫黑暗地的确有光来照应，所以。咱虽然检测伫苦难的中间，咱的确唔通失去迄个盼望，因为主要引导咱脱出一切罪恶黑暗的交界。所以咱要用欢喜的心来吟580首，咱要用喜乐的心来回应天父上帝的听，也要伫这个所在，咱定心搁伫遮看到盼望，咱要来。同心而乐，咱的天父上帝，圣诗5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就吟诗。咱用喜乐的心，用盼望的心，咱来唱出咱的而乐甲喜乐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。感谢主上帝大恩典。
无够硬，我心所坚强，我只好的无家。有关念你呀，路无行，崎岖的草坡里，花雨穿万里。风呀刮刷破我无心呀没落，一心我心心尽干枯，虽然对别来干花听歌的车要过走我妈咪的亲公，我的祖国的国，向你祈贺天命温存，你在家乡里看我一村多乡。我心所依我挂进来主耶稣，你听我的话归我荣，今日他我命就你为修书，我咱的心安尼有较欢喜未？所以咱若有缘伫哀伤的中间，伫遮受捆绑、心灵受捆绑的时，咱的祈求，咱来透过诗歌唱出，咱的祈祷唱出，咱的娱乐，因为上帝要予咱开力，所以咱为第三节。咱为第三节去唱一届，为第三节到第五节。旷野大沙坡，第三节。第三节来讲，旷野大沙坡，我有时行迷路，彼时我心事真艰苦。虽然对敌来，敢看轻，搁啼笑，犹久祝福我盼救救。咱来去唱一届，第三节。风呀刮刷破我无心呀别落，一心我心心尽干枯，虽然对别来干花听歌的车主帮助咱度过每一个艰苦的日子，愿主耶稣
伊搁一摆用伊个性命带予咱快乐，来赢过一切的苦难。只是咱安静咱的心，咱用43首《世间正人着天经》来陪伴咱的心。安唱一遍。